我那做物资案例，佛奥拉原创基地给收入，还是那高雄左营区建业新村一辆。明那说到那一些呀，海带海军还是马不吉利一辆。原来是改造啊，做造还是阿拉德哥人一辆。但那是一说，干做慢慢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马是过上那海带什么塑料袋一辆，莫法做那高雄市人民会买的二那辆。嘛不是个了，早不无论他们那咋办一些辆，嘛做了建设一辆，我那做干了哪那无了责任，怎么这个给他？打高原创基地，一啦！高雄市人民会一些那干满无能阿罗达念啦，嘛的胳膊打高原创基地嗲该休息，嘛的五五嘛的道路五层，我呢他们那二那阿尼我嗲阿不走了。多么多多路！1960年代，台湾早不不隆，马个那侬，达拉个那个那个啥呀那？多么多多路，布拉古达那那个，马个那侬马达道路士官马路长个管理，噶拉那那蒙个，马个那侬达拉个那个。虽然是对我那么不接纳排湾族的那个文化，可是就因为有他这样的那个。反对的立场才会有我必须要争取，我认为是最美好的那个工艺和文化，我必须要做出来呈现出来，就是因为我这样的恶劣的环境才有这样奋斗的那个原动力。虽然我不认识我先生，可是我们结婚后就开始谈恋爱，一直到他走，他没有骂我呢。我做什么东西，不管是做什么，我们原住民的饭他都吃。啊，他很照顾我爸爸妈妈。高市政府行政暨国际处长向冰河，缅那你们那打那啥一耍，多么多多路缅那眷村当那下子不了，把子不了。第二个呢，噶多么路噶啦那那蒙噶墨西哥的一辆，嘛是眷村得你做干的，阿把子不么打老板那里。我想今天最感动的应该是我，因为我从小在大家看到的后面这个房子里面长大，因为能够变成今天这个原创会馆，我觉得更能够展现这个非常有历史价值、非常有文化价值的场所。因为这个空间就坐落在这个眷村里头，那未来呢，除了可以希望让就近让更多的都会区朋友可以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文化之外，我们在这个空间除了有族语老师进驻里头，有一个族语老师的办公室，那也会持续开续一些大大小小的族语的课程。他靠原创基地一席找五五龙当的社团德尼五六八三一辆。第二个呢，对说把路乐舞当那多那，第五路八在一年嘛不来，中山教育嘛在阿巴子父母蒙嘎当那多那，把你都嘛都走路咖喱。